香港两名少女日前扮成了迪士尼的童话人物到迪士尼玩，没想到遭到园方的关切，要求他们把衣服换下来。而事后呢，引发网友的热议。但其实迪士尼的官方网站有明文的规定，游客扮成卡通人物，有可能是会被禁止入园的。两位漂亮妹妹精心打扮，化身阿拉丁、茉莉公主和美人鱼 Ariel， 开心到香港迪士尼游玩，但没想到竟惹来麻烦。由于他们扮得太似了，竟然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主动要求同两人影相留念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喧宾夺主，抢了乐园真正负责扮演卡通人物的风头。当他们离开乐园的时候，就被工作人员截停。这两名女子被迪士尼人员要求换掉衣服，甚至连头饰都得拿掉，让两名女子气不过，纷纷在个人网站痛批迪士尼的做法。两个女事主事后在社交网站嬲嬲猪咁样话：去迪士尼千祈唔好扮成迪士尼角色，同埋千祈唔好扮得似，如果唔系就要有心理准备被要求换衫同埋被监视噶啦。其实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少女扮成奇妙仙子与化身小飞侠的男友畅游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，同样当场被要求换下服装。但其实迪士尼官网确实有提到，游客扮成卡通人物恐怕会禁止入场。看来下回畅游迪士尼时，还是当个平凡人就好。想扮成童话人物融入乐园，恐怕只会让游戏大打折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